面包还有有面包吗？不要，棉花，棉签都。还有火针啊，有。这个都看到不明显了，有可能。干针啊，火针不会凝血啊。火针，火针你到那个火针厂，没长成。用这个，对的。点火。不要点火，这个应该点火，它会凝血。啊？只要点火，只要点火。哎，要点火。只要要那个洞。怎么叫火针啊？不是我哎，点了以后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老师，我告诉你。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嗯。他在看着，这不告诉我，他都没教呢，还，他都还欠着呢。我教了。又对，又对。在这里就没去到了。我快拿点纸来，再拿点纸来。可以了，我一嘴脏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先养会好。先养会好。哎，养会好。把这个，把这个往外移。你是直上去啊？他说没有，他是出来还有是吧？来，这还有一沓纸。没事，给我扎十下二十下都行。谁给你扎？没有那么多的纸，关键。纸还没有啊。严格来说要用纱布，要用无菌纱布。要不把我衣服脱下垫上吧，我还是没事，稍等一会撕个条炸起来就行。然后我要扎后边啊？别扎，现在要扒，你后边扒的。不要扒，不要扒，它出血量可以，出血量太多了。没事。有的事情不要出现嘛，主要是床单上不要一面扣我的钱啊。没事，扣了老先生给你掏。我会掏，没事。哎，不就等你上下就得装着垃圾桶就得放在那腿也没腿放在这上面。不是放在这边高了他就回你。高了还不行。高了不会小灰尘气他不留。还没。他这个还不是算很黑的，嗯，还有一些是绳子是黑的，你说有些还是直接是血块，嗯，我的内侧的那血管崩的厉害，崩大，崩粗，现在就好多了吧？那循环还不还循环过来血呢？嗯，这个血还绕场循环过去啊？他死去他就放了他就对了。早期轻的，比如说只有一根血管的，一次就好了。啊。他这个有点厉害。他这个血管不干的，那其他的就没想通吗？啊？不想通的。怎么不通的？有些他一些是相通的，一些是不通的。那你不通的他不通的他就把那个地方通的他下来他就通了。如果是只有一根，他这边阻断了的，那你放了他就没事了，就看见就消了。他这个有点颜色好多了吗？他颜色好多了，他现在是红的了，你看，也不出血了。也不出血了，他现在，但是他这个整个见的整个颜色都不是太黑，整个都不是太黑。嗯、我见到一个黑的，就是绳子是雾的。嗯。他那个就是他那种就是纯粹的死血，简直就没有动的那没有循环的血。那脸色都好些了，我看。还有点坏。有颜色。啊，真的，本来他这个就是有那个作用。活血作用嘛，你吃了螃蟹不能就开活血嘛呢？他今天哦，你的这个都做好了，今天你是最大的收益。对，电脑上面给我传一个过来，我就不需要去拍这个，不需要拍这个片子，啊、行不行？行。哦，300块钱值不值啊？你今天千值万值了。嗯。哎。没有了。要是你要是用那个这个钱不够的话，我回去还不够不够。肯定不够，肯定不够。今天中午摆上一桌，不行，今天中午不，今天中午我们有饭吃，不需要你摆。请到爷台，请到爷台，让杨老师吃，好好转转。还不行啊？请到就旅游。你看，你坐我的专车就旅游。行，把机票给我报了就对了。不
谁去拿钱呢？谁去家里？他那家里去了，那老板可以转车，有吧？现在不要到家去拿钱，家家里打卡。干了这些年了，再没有转车，不多见笑话。可以。嗯。啊，这不留了，不留了。那你先别动，还没给你处理好呢。你给我录去了啊，完了我就放那，我看看。待会儿你你待会儿再休息会儿再起来。要不然你别晕了，我就扎一下啊，就扎一下。我就扎了十下二十下。哎，你扔了，你扔了，那你这防眩放的太多了，别晕了。要贴。尤其是他这个血管，那这必须得贴。本来还有我们这个纸不干净，本来是，对，所以说如果必要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啊。吃消炎药啊，必要的时候加点。一般我从来不吃，但是这个地方这个纸不卫生。操作的这个，它毕竟是血管里边，不像。做了消炎药高的时候，一般要吃三天消炎药。不，我从来不吃。啊。我。国人咋就不吃开？那家车子都车里多了一个车子里都车成八车多了一个。哇。啥子？他自己又调了不得了。没说睡那么大不得了。是不是哪个把那个时间设定了？不晓得了，那确实无聊样子。哎，长得正确。这是这是。相信。可能哪个就是把那个摄影时间设定。设定了时间了。嗯，设定了摄影时间了，他就停，他自己就。到时间就停了。然后到时间他就不是，他跳出来了。那咋弄呢？不晓得，我再看一下，这两个。没得啥子嘛，啊？不同啊，也没得啥子。那会晕不晕？那会不晕吗？不晕。啊，不晕就要得。这个晕了，这个问题。现在基本上都红了。嗯。还是屋里厉害，要把这个地方。嗯，要是不晓得不懂的人看到，可能吓一跳。又开始倒计时了。晓得，嗯，我都成晓得，真的跳不来，自己晓得给你弄出来。今天给他弄这么多，不放了。去放多了要得，等养一段时间再。你啥子？可以啊。
你爪子嘛，那天那个痛了那么多年，下来一下就舒服就走了。就那一头，我都说不晓得，我再娃要整，我是说，是说想在哪里整天嘛，说我也不晓得哪里算了，又怕那儿整拐，晓不晓得？他整拐晓得你负责任。嘿嘿，那你受痛的哦，万一整了你那个话，晓不得嘛？麻将我俩哦，你啥子小？跟那个打那个呢，就是跟商场那个，就是他的男在中广市中交书那个，估计呢，跟他打针一样打惯了，以后钱又在广安住安住很久，晓得他们那个怎样，他们那个怎样打，我的皮肤就是生活不安逸的嘛。哈儿今天吃点消炎药哈，本来其他人我都不用。你明天再来明天，我跟你说，再来弄明天，听到没有？我做的话是，都是个老年人，很有点年纪了，晓不得嘛？我那又不是同样，我还等，又包点膏药，又酸了，还烧红点嘛？是啊，红点不疼噻？干了，我皮肤要整那个，我皮肤小气的。就是烧红豆才不得那个的。烧红了的，就消杀菌，本来就他就是为了杀菌才是这样子。烧，这是烧红花的了，反正我跟你说，你就晓得整。反正我的皮肤呢是整烂，可是不用一哈化烟要红肿，晓不得嘛？那你查过血糖没呢？查过。高不高嘛？我一边儿叫进去，那是血糖，我说血糖啊，有没有糖尿病？没得，我就说的，得我又查过血，查我姊妹血都查过的。啊，没查姊妹血就查了。当然要查我血，就啥子都查。嗯。姊妹血只能说查你这些，也别啥烟，在我就有长烟。你几点钟吃饭嘛？今天清早。嗯。今天清早6:00。这儿吃点消炎药哈，拿点消炎药给你吃。本来平时我们都不得用的，够。好大的，这个菠萝好深哦，这个腰杆。你家是不是长小就长得弯曲？你也晓得。你都不晓得腰杆有这么散噻？我晓得，我洗澡摸的嘛。啊，你放松哈。我猜都可以有5血流出。啊？我说我猜都可以有5血流出。你看嘛，这个地方就是淤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顺着拍，你都已经开始拍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么难受哈。
生气不？生气不嘛？啊？你跟人似人抓玩的。哎呦嘞！哎呦嘞！别人了你嘛！小伙子哈！我还住在刘镇，我还看得两道嘞。真是，看得两道。我要抓玩的。跟哪一家一样的？对你想那么恼火。啥子？没得问题吧？完了，没得问题吧？没得晕吧？看这个地方，看见没有？这个白色的小脸，看到。你把它的嘴唇给它提起来，对，翻起来。哦，翻起来。消毒的，关键是扎针。消毒液。它这个地方就不能喷啊，对，就蘸一下。要在家用那个点污点一下就行了。别在，不烫着。没事，不要紧张。打火机在哪儿？别落到嘴里去。打火机在哪？打火机。打火机了。只有打火机。这个兜。不是我昨天买了好几个打火机，他们都装起了，所以今天我自己装着。只要我在，就打火机在。这几号。你不要紧张。就来粗针。就用这个粗的，平头的可以。细的不行是吧？细的太细。粗一点行。平头的这个。不是平头。尖。可以再来一下，好，对，不疼吧？这样横着好上面哈，横着好一好一点，不用针尖啊，可以不用针尖，放在火的上面，上不爱，上不烧的。不是，它这儿出气，出气的是，对，外延温度高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就这样，行吗？行，不能，很好。来，我趴下，腰部，趴下腰部。嗯。那我们在哪儿放吧？怎么样？今天吐个口水。那边，怎么？那个床。我说不。他不会出血的。不出血，这不出血。这咋爬？不，这样。嗯，这样。别吐了。要带，洗去了吗？舒服。我说洗去了吗？没洗的。好，待会儿洗。不要了。我配的这个美容的。去干了。看这个腰底部有没有反应？
有些是小的白点，有些是黑的，有些是红的。他的皮肤有没有啊？他的皮肤，这儿有一个，这个也算。这个算吗？看了吗？这个也算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这样搓一下，有点酒精的话最好，搓一下看一下。当然只有这一个。有感觉没有那个那个地方？没有感觉。按没感觉？你看就这儿一个点，看了吗？嗯。这个地方给他治疗一下。七兄弟，那有时候身上他们都喝多这些东西、啊。这儿疼吗？不疼。这儿不疼哈，这儿也没事儿。嗯。就这个点，给他点一下这个看。那也不看看他这地方疼不疼？这个地方他不需要疼的，他这个就是一个阳性的反应点，有些是红的小点，有些是白色的，有些的就长得像斑一样的。不清楚了，你上这稍微测一下声音，我看不见，我看一下这个，我看一下这个阳性点多没清楚。我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点啊。哎呀，就得看实际操作。对，这实际操作最好。如果是用小针的话，就是挑刺，这样下去起来。啊。活针就不需要了。这个咬地部这个地方沉一点没事吧？嗯，那个没事。好，好了。好，太疼了啊！嗯，这会疼啊？那个地方，哎、嗯，啊，就它就差一点，这没事。那就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嗯，哎，那我没有这个点呀。它不一定就是非得点到这个地方，啊、没有这个就是哎，对，靠近。没有这个点啊，没有这个点你就不管它。就不管拔个罐吧，那这个地方可以拔一个罐，那后边就不做了是吧？就可以不做，就做了一个，就做了一个，可以了。上边没怎么疼哈，上面。好疼的啊！啊，上面没怎么疼过，那个颈椎这胸椎。连你用眼都知道了。顽固性的皮肤病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查胸椎。他这个就是典型，就是说典型的银翘病，就是说寻常型。对，中医的理论，皮肤的问题，肺主皮毛。对。所以说一定查那个胸腔的，就是肺腧的地方。还有从西医的说。那个支配肺的神经从这儿出来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来查这个地方有没有阳性反应点，有问题的话一定要治疗这个地方啊。我从上面往下或者从下面上来都可以，这地方对过来是七，对不对？七六五三，这地方疼吗？这地方就疼啊，明显的啊，背了这地方就疼，对，有三位中点，这地方呢？我轻了。这也轻了，这儿呢？痛挠痛。这一痛。这是个阳性点。这儿呢？有点痛。这儿还有点痛，哦，下面都有，你的胃好不好？胃不疼了很好。啊，胃不太好哈。嗯。这地方有没有问题？有个有点痛。这儿呢？轻点了。轻点了。这地方不疼吧？鼻息那个地方稍微轻点。这儿呢？不太很疼。不太很疼。嗯。那我们就给他定三个点就可以了，就是中间三个点，然后这个选一个最重的。你最先开始是哪个位置啊？知不知道？胳膊。哪个位置清晰、啊？哪个位置第一个出现这个选？胳膊。胳膊、啊。然后我们要先砸第一个，就是最先出现的那个位置。待会儿用火针点。这个地方就用火针。位置。你这个小火箭里边，什么小火箭？火机呢？打火机。打火机我装了，离了我不行。比碘伏效果好、啊。我一般在家就是用碘伏消一次，双保险，再用这个喷一下。在这儿就碘伏不方便，我就没有带，就用这个喷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用的什么针的是？你不要紧张哈。它这的深、啊、深度得大多少？这深度浅一点，深一点。浅一点吧，你怕的话是就浅一点，这的深一点就深一点，深一点没有问题。这个胸椎这个地方胸椎中间没问题，到骨面了，一下就到骨面了。有感觉吗？不痛。嗯，不疼，真的不疼，支了，真的不疼，别看支了，它不疼。不疼是假的。嗯，你看人家练动都不用，哪着你啊？没扎谁受不了？好，我就亲自尝受过。嗯，革命割到自己的头上都有点怕了。拿罐儿，不要戳，不要戳，不要戳它。对，对，我就相信，我一下子知道。拿罐儿来，拿大罐儿。嗯，大的。不能大罐儿拿过来。
一个。嗯，一个大的就行了。哎呀，玉龙靠街。哇，谢谢夸奖。我说了，美女假才女。拿过来。我喊你们那几天关门关得有点早的嘛。我们天天关门都关得早。咋？你这黑了都关关门了？啊？黑了都关门了？6点就关门了。哦。我都是往前，我们吃个药出来走去耍，我说咋门都关了？6点就关门了？嗯。出来是吧？嗯，你好的。我说是不是那个灯芯落得太粗了？嗯。这个地方上头要注意的，不能太深。嗯。好紧哦！有点痛啊！嗯。最后一下哈。看，这就要痛，痛苦死！看到没有？这个痛风是一出来，他就轻松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吧？背的那个，看到没有？我到这儿给你看哈。这个痛风是出来，他就觉得轻松了。刚刚我捡手指甲就这小了，那怎么还捡？那一般捡个疤也好忙啊，那个手指就不行。你看这个痛风是一放，它就舒服。
就把这个头部撕开就对了。看，你看毛毛去。看到没有？啊？啊，他看不到，都是。高血压，前天来的是190/100，今天是130/80，再这样一次。把你头朝这边去的，嗯，这不痛啊？嗯。啊？不痛。这不痛。嗯。我也是痛。四年多。好。在这睡，这，这边看到看到了，还得毛宝宝。盖上把这个放上。不，压的。没得啥子嘛？这是就十五，也没得多少十五。哦。哦，可以拿就行了。嗯。OK 吧。吃了没有？
够了吧？